加油，我们进行一波两连胜好吗？我已经掏出我满熟练度的赵云了。快来签我。你刚才不是玩的肉吗？那你刚才中路打得挺好的，你让给他干嘛呀？他不是我们的队友吗？别，来来来，可以，冲，打起来。好，交闪了，可以走了。你看你中路行不行？人家妹子玩得好好的，我怎么感觉你要被打死了呀，兄弟？不慌，我也大了。下路能强抓吗？他血多不多啊 ？OK， 他敢捅他就死定了。好像。啊！撤，往后走一步，推得好。哎！没事，你就站在上面看我打吧。没事，哇，这个当爹的好好啊，感觉到他的一股暖意，你感觉到了没？下路他要去抓你了。我知道，马上来。这不抗压抗的挺好的吗？等我拿个蓝。你说话声音有点小，听不到。马上再刷个野怪，马上过来。来，把团战开起来。扛得好，可以走了。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的原因了。这一波。这他赚的也太多了吧，一个大招怎么把我们这边杀完了，咱们鲁班也不好打了呀。哇，老哥，这个人真的是伤害高，快跑，可以杀吗？差最后一下，晕到了，啊，预判到了，给了个二技能，差一点点，不好打。
有点麻烦呀，这一把，朋友们。上路猥琐吧，我们拿暴君去了。感觉这个中路真的不好杀。兄弟，我来救，救不到了。哎，你不跟我吗？你不要因为跟了我两次，然后死了两次，你就对我失望了呀。大招大招，哎，你没大的吗？上路再走。飞机上，漂亮。漂亮。哇，哎，你玩的挺好的呀，你不是这个段位的吧？这个项羽感觉思路清晰啊。跟我一样是个强者。完了，这把鲁班没有发挥出来。啊。是吗？我感觉玩的挺好的呀。哎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我可以打到他的。怎么签到一半人不见了？小心那边，那边开大过来的。下路带一下吧。往后走一步，不要在里面打，他大招过来的，要救不了的，可以打了。可以可以，我们这一波又起飞了呀！我去拿暴君了，你又在笑，你忍呢？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要站在那坑里面打吗？你为什么不听我指挥呢？我这上一把我那么厉害，你这都不相信我吗？小明，你现在相信我了没？你相信我了没，小明？小明，你为什么又不说话了？小明，大声告诉我那三个字。我来，顶得好，我惩戒，起飞。这不翱翔了吗？签我夏明，签对的人，你怎么可能跟不上？你别这样，你签我真的是吃香的喝辣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
这一波组长还丢了呀，早知道就跑了。可恶，他们这伤害也太顶了吧。完了，甄姬，你敢不敢过去丢个一技能，再丢个二技能，再丢个大招，小心。哟，这个辉月还可以啊。嗯，我觉得你紧张了，兄弟，你紧张了，别慌，等我拿个蓝。嗯，不着急，我应该出肉装吗？把那个一打就转上路，完了，兄弟，撤撤撤撤撤，他没有兵，没有兵线就可以了。他们推下路没有意义的，下路两个塔都可以让，中路别掉就行。我去把中路那个小兵杀了再说。不要冲出去，大妹子。他们都在草里面，你可以进去顶一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嗯，牵我，鲁班要稍微等一下，你要等那个高渐离把那个大招丢了后，你再进场啊。他等下闪现到你脸上那一波都保不住你了。上路兵线不好，我带波兵线吧。中路就不要浪了，撤一下，撤一下，我去带兵线了。稳扎稳打，哎哎，小心小心，小心那个鸟，漂亮，问题不大了，位置非常好，他们这都敢冲，一波了呀，他们怎么，高渐离上头了呀，嗯，这不就赢了吗？小明。大声告诉我，我猛不猛？哎，等一下，那个杀鲁班，居然敢杀我们的暖心奶爸！晋级了吗？你这不跟着我从至尊星耀四、至尊星耀五到了至尊星耀四了，我怎么听不出你喜悦的心情？